谢谢智的超狂啾啾女哦，谢谢潘朵拉的各种礼物，还有缺钱的会员票，谢谢。我现在就看两张素颜，但是我没有素颜哦，我只没有擦口红而已。男生不是都因为就是没有擦口红，就是以为你没有化妆吗？但我不是，我只是没有擦口红而已，因为我的，啊，这样看。就看到了吧，就是有看到比较红的地方吗？就是破皮了，所以我就想说擦口红的话我的嘴巴会很痛，我就不擦口红，但我没有素颜哦，给大家看我今天的眼妆。试一下，而且我今天腮红上比较重，所以连荧幕都看不到一点点。礼拜六，礼拜天，上礼拜天，谢谢伟的饼干，谢谢。礼拜天。Hello， 卡尼，卡尼不是螃蟹，卡尼。白天，那我们是搭高铁下去的吗？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跟。我高铁是跟彩杰还有董子轩坐一排这样，然后结分票嘛，然后因为我
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是第一次坐高铁，就是那好像是我的高铁初体验。上礼拜好像是我的高铁初体验。然后感受如何？还不错，很棒啊，就是很不错，舒适，舒适，很像坐地面上的飞机的感觉。大家有懂我意思吗？因为不是会有人就是推那种推车，然后又还蛮安静，就还蛮像是地面上的飞机。你看卡尼的守护符是什么？对啊，就很像，因为就是座位，然后可能那个味道，大家知道车子会有一些味道吗？味道也很像。那时候姐就分票嘛，分完票之后我就很想要坐靠窗，然后去问姐姐说，就是姐姐是发完票，然后再想到我想要坐靠窗的，然后就跑去问经纪人姐说，姐姐，我的座位是靠窗吗？她就说不是、欸，那你要去跟李彩姐或是董子萱换，然后就我去跟他们两个就是去买麦当劳吃。然后在排队，然后我在外面跟他们说，哎、欸，我可以跟你们换票吗？他就说要干嘛？我就说我想坐靠窗，然后李彩就这样，李彩这样，没办法哦，惨气死，他说这可能有点难，不行，没办法哦的，然后就先这样。然后之后高铁到了嘛，那我们就去打，然后就因为他们两个在买麦当劳，所以他们两个就逼我玩进去，然后啊靠窗位就是最里面那个位置嘛，所以我就直接坐到最面那个位置，然后李彩姐就。比较晚进来，然后他就看到我说：“哎、欸，你串位。”我就说：“回程再换了，回程再换的。”反正他不会查票，就是谁一定要坐哪里啊？我就说回程再换，我就说好。然后就变成我坐靠窗，去的时候是我坐靠窗，李彩姐坐中间，董子萱坐走廊。然后回来变成董子萱靠窗，李彩姐还是坐中间，那我坐走廊，就是李彩姐都没有坐到靠窗的位置。真的、哦，还有商务座这种东西。哦，对啊，那个很可怕。如果坐在三人座，然后坐在中间，然后其另外两位是不认识的人，很可怕。那我宁愿站着。然后去的时候，就是他们就野餐啊，他们两个就买麦当劳嘛，他们两个就是在野餐。然后我就在化妆，因为我眼睛有一些地方还没化完。然后吃完之后他们就睡觉，然后我化完
也没什么时间睡觉，也也不想睡，就是因为真的很快就到了，然后到了就哇的，然后就去坐了炫炮的车这样。听什么呢？听什么呢？嗯，you so yummy yummy yummy。说王一佳确诊的故事吗？反正就是王一佳确诊了嘛，之前啊，之前他刚确诊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三个不是有群组吗？好像是我 take 他还是怎样，然后我就说怎么样，你有症状吗？什么的，他就说一开始没有，然后就是很想睡觉。然后就回他说，那我 是永远都在确诊。我是永远都会想睡觉耶，怎么会这样？李彩杰是坐前座，副驾，李彩杰坐副驾座，然后，但是之后换了，一开始是李彩杰坐副驾座，然后之后变成李彩杰变回跟我们一起坐后座，然后，可是有就是有一个中间大魔王嘛，就是中间坐大家都不想，结果董子萱。他说他很愿意坐中间，他超猛的。他说出去玩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会，哦，他说什么？董子萱自己讲，出去玩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喜欢坐中间的人的。他说他自己。所以基本上在车上的时候都是。董子萱坐的中间，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你不会觉得不舒服，他说因为可以看到窗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就是因为坐中间的话就不会被前面两个椅子挡到嘛，就可以看到前面的玻璃。然后
正常，中间可以靠旁边的人，而且中间一个 buff 就是旁边的人一定要给他靠，因为他都已经走中间了。那天的时间意外的很赶，就是没有那种可以慢慢弄、慢慢补妆、慢慢弄头发的时间，就是感觉时间都很急促，很急促。哦，但是很开心的是，很开心吗？很暖心的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约在一个，就反正就是我们就约在一个地方集合嘛，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一到，然后雨晴看到我，然后因为雨晴的头发她不是也绑马尾吗？然后雨晴就拿了她的绑头发的给我，她可能带了两个吧，然后她就带了两个，她就。他就一看到我，他就走过来，然后他就拿着他的绑头发跟我说：“哎，这给你，这个不会掉，因为之前看你跳，你的绑头发好像会掉。”然后我就想说：“也太好了吧，怎么会这么贴心啊？不愧是妈妈。”但是那天用雨晴那个绑真的没有掉，哎，超厉害的。他还有跟我说去哪里买，以后要去买。还有什么？我想一下。然后就上车，然后就到休息的地方。这样。到休息的地方之后，就换那个万年祭的 T 恤。橘色年纪，然后那个，哦，反正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那一件，因为那一天真的很太急促了，就是没有注意到那件后来怎么样。那一件就是才拍完，然后回去，然后马上换衣服、弄头发什么什么的，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最后的行踪。嗯。然后就是在穿橘色 T 恤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在想说，要那个，就我们三个一起，我跟子萱跟彩姐嘛，就我们三个一起，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要用塞进去的还是要绑，然后可是绑的话，就是我不太知道怎么绑，然后董子萱也不知道怎么绑，然后我们两个就跟李彩，因为李彩就是第一个弄好的，他就已经绑好了，然
然后这个李晨说一下来今天帮我绑，然后他就说这么简单为什么自己不会绑，很简单，然后他就说你先把前面折起，我就说教我，他就说你先把前面折起来，然后我说这样吗这样吗，然后对，然后后面就用你的绑头发的把它绑起来，然后再塞进去就好了，就这样，哦，这么简单吗？然后李彩杰教完我之后，董子轩那时候还在弄他，所以他没听到。然后董子轩又跟李彩杰说：“李彩杰帮我弄，李彩杰帮我弄的。”哎呀，就这么简单，到底是有什么好不会的？他没有真的生气，就只是有这样，大家有懂，应该懂吧？就是、他没有真的生气。应该是算是穿 T 恤的小插曲。但我要说，哎，就是那天打气弹的时候，我不是站在林一旁边吗？然后我真的觉得有虫在我身上爬过去，真的，我是认真的。然后就是我还就是我那因为我那天绑马尾嘛，然后我就这样，我就感觉到有东西，然后我就这样子之后，就真的我真的有摸到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跑很快还是怎样，我就真的有摸到，然后我就吓到，然后我就问林一说，我真的觉得有虫哎、欸、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子360度，他说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的，然后就觉得很可怕。可是我真的觉得有，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好可怕、啊、而且不，我觉得就是不是那种小只的，就是它感觉是大只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是什么意思的，这样跳的吧。可是对啊，因为我们离粉丝很近，一个手臂的距离而已。很可怕，就是感觉连，就是他搞不好还要跑到鞋子里，然后再，很可怕，超级。现在好像难免招风，怎么那么会讲话、啊？很可怕，这也是更可怕的是，我每次问林一，他就说没有，我就觉得什么意思？林一觉得我很烦，因为一直问他我身上到底有没有虫，然后他看就真的没有，可是我就真的觉得有。林一跳跳跳超级好，很利落，谢谢。是不是他的手？他没有那么无聊啦。还有什么、啊？期待。我觉得鞭炮比较可怕、欸、就是期待旁边是不是会放鞭炮嘛？然后鞭炮不是很近吗？可是因为我很讨厌很大声的声音，尤其是就是那种爆炸声，我很不喜欢爆炸声。所以就是因为旁边在连续放鞭炮的时候，我就有一直这样，很可怕、欸、鞭炮声。
因为很近，很近啊，很近的时候就很可怕。过年怎么办？过年远离有鞭炮的地方就好了。对啊，因为怕那个气弹很大声。哦，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谢谢熊熊的超什么超旁猪猪你哦，虽然他不见了。就是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开车，不是我们开，就是我们坐车到要去打气弹那边的时候，就是前面就有人前在放鞭炮嘛，然后就李彩杰说。这是气弹的声音吗？我觉得那是气弹的声音，我就说不是，那是鞭炮的声音。然后司机也说那是鞭炮的声音，然后姐也跟他说那是鞭炮的声音的，然后还说是吗？不是很多人就是那个气弹射很快吗？这样我就说不是。应该是讲吧，小插曲还有差不多。真的、哦，那他很幸运的。但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不是在草地上吗？然后回去之后，那鞋子都变超级脏的。然后表演之前，我们又要自己再用那个湿纸巾擦鞋。我会想玩看吗？不会、啊、所以我没有报名。就是那时候在那个休息的地方的时候，姐姐就先问说有人想玩吗？有谁想玩吗？然后我就超安静，超安静的，超安静的在弄我的头发。其实去七蛋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我还要往后站，对啊，又不想要玩，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玩得很糟糕。可是其实我去七蛋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弄好，就是。我的刘海还没有弄好，我就觉得超呕的。所以我以为到了之后还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可以让我喷个发胶或怎么样。然后我下车的时候还问姐姐说：“姐姐，你有带发胶吗？”然后没想到下车就马上就是直接活动开始这样。我没有预料到会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怕我的刘海会不会长得不是很 OK， 但我真的要说，就是从变成斜刘海之后，我觉得那种刘海很难耶，就是没有老师的话，虽然说不管弄什么头发，没有老师的时候都是很难，但是因为就是斜刘海。首先你的发根要蓬松了，就是这边要蓬松，才不会看起来很凸或是怎么样。可是这也太难了，我觉得发根蓬松真的是太难了，大难题。就是这边的弧度要怎么样，我有自己学会，但是就是这里的这种他们的弧度要怎样，就是我有学会，但是这个发根蓬松真的太难了，我还在努力研究当中。现在的发型比有刘海更难控，但是我觉得跳舞的时候还是这个发型方便。嗯，只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旁边两撮不能定型嘛，就是它不会黏住，它不会黏在上面，就是旁边两撮是一定会飞嘛。可是跳舞的时候一定会飞嘛。然后看到大家的饭拍，有时候这两撮飞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有点不是大家拍照的问题，就是纯粹是那个发型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哎，但是因为那两撮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两撮没有办法控制就比较不好一点，有利有弊，有利有弊啦。就是如果是平刘海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束缚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哦，对了，这倒是真的，就是如果表演完的话，就只要把这两条弄回原本的位置就好。还是超好看吗？那就好。我很怕可能刘海太额头太高之类的，如果额头太高的话，大家帮我修一下。哎、欸，这次很多饭拍很开心，哎、欸，很开心。从很多地方都有饭拍，很开心。真的都很漂亮，谢谢，谢谢各大大们的翻拍，差不多就这样吧，期待就这样，然后回去就是，回去就是很匆忙的在弄东西，因为其实回去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累了，虽然只是在旁边站着，但是其实说真的还是会累，然后要马上换成制服，然后马上弄头发、弄刘海。然后化妆补妆这样，哎，我跟大家说，我在高铁上的睫毛跟现场表演的睫毛差太多了，但是没办法，因为湿气太，就是有湿气影响。我在高铁上的睫毛很好哎，啊。然后那时候我在高铁上看自己的妆，觉得很棒的。然后到那个打完气弹，然后回旅馆的时候看，直接就发现眼睛怎么变小了。然后那时候林杰就在我旁边说：“林杰怎么办？我眼睛好小。”他说：“哪里小的？没有小啊。”被林杰安慰。然后那时候就是换完制服，哦，对，我们是先穿那个橘色 T 恤彩排，穿橘色 T 恤。哦，其实我们原本彩排还有想要踩那个闪亮的幸运，但是好像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没有踩。所以就只有踩过。但那时候就下雨啊，彩排的时候下雨，然后搞得我们都有点烦躁，因为下雨。那时候彩排的时候我就这样子，然后想说，希望等下正式演出的时候不要下雨，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对，就是好像有一些时间上的问题跟天气上的问题。彩排
可是大家有发现我彩排牛仔裤跟我在七蛋的时候牛仔裤不一样吗？大家是没发现，我彩排牛仔裤是陈思雅的牛仔裤。因为我的七蛋那一件太短了，有点危险。然后那时候我就跟陈思雅也在后面嘛，我就说陈思雅怎么办呀？他说还是你穿我的。哦，好啊，我就穿。就穿了陈思雅的牛仔裤，很燥，陈思雅很燥哎。Carry， 跟我尺寸也刚好像，没有，就是陈思雅那件裤子，他好像本来买就偏大，所以就是不管是我穿还是他穿呢，都要别别针这样，所以刚好都可以穿。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就回去换制服，换制服也是好赶。然后换制服，然后化妆嘛，换制服，化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哎，我那天很厉害，也不是说我那天很厉害，就是我最近都不怎么吃东西，很厉害。然后我那天就是早上去集合地点前吃了半根玉米，然后喝了一点黑咖啡，然后就都什么都没吃了这样。然后到下午才拍完，然后才有一个饭卷。跟一些小零食，但小零食我们小零食是一人一车嘛，就是不是一人一车啦，就是一车一个，所以小零食我们那一车的小零食改到在回程的高铁上才吃，然后就我们就在车上吃饭卷，那晚餐那饭卷还不还蛮好吃的，就是一人一车很厉害，嗯，一人一车太厉害了。然后，然后嘞，然后，后来我想一下。谢谢花花的超狂猪猪牛，谢谢。虽然他只有一两秒。然后嘞，然后就吃了饭卷，然后就回去，然后就弄妆发。然后那时候弄妆发的时候，姐姐就说，其实到最后就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很赶，然后姐姐就说剩什么剩一。30秒，这样30秒，然后20秒，10秒，然后罗瑞婷的，董子轩，就是还没好的人，怎么会那么赶啊？然后我就是姐真的不行，姐就开始乱喊，姐真的不行，等一下还没好，还没好。对啊，怎么会那么赶啊，真的是意外的很赶哎、欸！我原本以为不会那么赶，就是不会有那么赶的状况发生，结果好像都是很赶。没有啦，姐姐是只是友善的倒数。那个舞台真的还蛮大，人很多，还点名哦。没有点名啦，就是比较还没有到门口集合的就会被叫，可能没有董子轩，董子轩应该是我乱讲。然后嘞，
然后就很赶，然后就出发了，这样，然后到后台。哦，有一件事我蛮想讲的，就是因为彩排的时候就有先用麦了嘛，可是我发现我的麦几乎都没有声音，然后我就跟姐说，就是我的麦要往上调这样，所以我中间被叫回去也是这个原因。可是我发现，就回去看影片之后发现，麦好像也没有比较大声，就蛮难过的。因为我认真有超级大唱，也就是那个咖啡店那边，还有那个一整颗星那边，我那边真的是超级认真大唱。结果就是看影片的时候听不太出来我声音，就有点小难过。但也是要跟大家说，我很认真的大唱。我跟彩姐咖啡店那边，我就跟李彩姐说，李彩姐那边 key 超高的，她说对啊，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在那边咔咔咔的咔咔咔，在后台的时候咔咔咔，比较难过的是这个吧，虽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因为我看影片好像不是很明显，那如果大家有听到就不太好，没有听到也没关系。MC 是 CRQ 的，是陈 CRQ， 陈 CRQ 我跟董子轩，那一 part 真的没有 re 好，那一 part MC 我们根本不知道 MC 那一 part 要干嘛，这真的是完全是临场反应，就我还想说，我应该不会要讲到话吧这样，然后结果陈 CRQ 就 Q 我跟董子轩。但是很感谢陈思雅，让我们有讲话的机会。那我那时候不是说我有热泪盈眶吗？但是我没有在说假的，因为那时候前两首是 TTP 跟那个嘛闪亮，而且我们闪亮是跳长板的，说的还不错嘛，太好了。但那时候。那时候就是跳一跳，然后就看台下嘛，然后因为那个舞台算是蛮高的，蛮高蛮大的，然后看台下，然后观众，因为观众是这样一圈嘛，就是人真的很多，从上面看的话，然后后面是河吗？反正就是应该是河吧，就是。水湖哦，是湖，对，后面是湖这样，然后就觉得哇好美哦。一开始看到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有感触的感觉，就看到后面那个湖的时候就是才突然很感谢莲池潭，就觉得就是看下去的跟湖跟人，就是这一幅景象，看下去的那幅景象很漂亮，很漂亮吗？怎么讲？还蛮感动的，就是不是漂亮到让我感动，是。就是能看到这幅景象很感动，大家有懂吗？就是不是说它不漂亮，但是也不是说漂亮到让我感动，是能看到这样子很感动。哦，是真的长这样哦，那只。什么意思？是哪一只？哦，我好像是看到这一只。有人晚上回头被他吓到，笑死！我好像我应该是只有看到下面那一次，我记得有一个红红的，
力。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表演闪亮的幸运，有表演闪亮的幸运就觉得好棒，饼干也好棒哦，很久没有跳饼干。我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前一天排练习，然后我们在跳饼干的时候，突然跳成搬家哎，因为前不是有这个动作吗？然后饼干是这样的。饼干是没有把手抬起来，然后我跳的时候我就讲，嘿，这样跳成搬家，被西雅误认成龙。然后是饼干，哦，饼干很好笑哎、欸。我啦，我很好笑。那个饼干除了咖啡店是亮点以外，不想继续压抑也是亮点。然后还有一个是丢海报，我们那时候丢海报是想说，我们有讲好一个要回去的点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还拿着海报在那边很开心这样子，就是旁边的已经开始丢了，我想说应该不急吧，因为旁边的已经开始丢了，就是其实也没有我可以站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站的话就是也会挡到旁边，我就觉得很挤，我就不想去，我就想说等他们丢完我再丢，是不是就是来不及回去，然后我就而且一开始我是往右边丢，因为右边基本上都没有人丢嘛，我就往右边丢，然后结果我还没有丢到人群，就是我连人群的第一个都没有丢到，我丢在那个线的前面，很好笑哎、欸，然后我就爆笑。但猫那一张海报最后怎么样，就是我也不知道，对，我丢在红毯，然后。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往前面丢嘛，然后就往前面丢，想说我就因为看得到左右两边嘛，就算是往前看，就还是有旁边，然后想说，怎么好像已经没人了，然后我才听到那个音乐，就是听到已经要回去的那个音乐，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就是边丢然后边转身，很好笑哎、欸。比赛姐 K 到观众，比赛姐怎么强？谢谢漫无目的的泡泡，谢谢。我真的觉得我太好笑了，就是我是边丢然后边往后跑，就是我是这样，嘿，好像很好笑，被自己笑到。希望没有浪费那两张海报。很想看我 C 位，想听听我唱最后一句。我也很想跳那首的 C 位，那首的 C 位只是我的算是梦想吧，我的小梦想。跳闪亮的幸运的 C 位是我的小梦想。应该也不算小梦想，可以算是梦想之一目标吗？我觉得这不能算在目标内，算是梦想吧，小梦想。闪亮的幸运的 C 位是我的小梦想。然后就回去那个三角形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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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六单了，就入门了。Maybe 吗 ？Maybe 我觉得 ，Maybe 也想啊，但是如果要就是最想的话是闪亮的心。那我这次表演
我不知道是我忘记紧张的感觉还是怎样，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表演了嘛。然后就上场前可能有吧，那可能算紧张吧，就是我也不知道那到底什么感觉，就是我现在有一点感受情绪障碍，那可能是有吧，但是就是上台前而已。上台前有让李采洁帮我拍背，大家知道拍背吗？就是我们会这样子，然后很大力的那种，就会蹦一声，大家知道吗？然后有一种仪式啊，一种仪式，仪式感。而且一开始我还忘记有 overtune 哎、欸，太久，真的太久没表演了，我真的忘记有 overtune 哎、欸，就是那时候瑞瑞在我旁边，然后我想说，我就问他是怎么还不上，他说 overtune， 我就哦。我忘记 overtune 太久了，真的好久。然后登上来之后就闪亮的幸运，万兔飞豹啦啦呀啦呀，噔噔噔噔 ，I want you。我觉得。我对我这次的表演还蛮的表现啦，表演的表现还蛮满意的，就是我这次表演的目标是希望大家可以因为看到我的表演然后看到我这样，因为看到我现场的表演然后可能想要关注或是看到我，这是我这次的这次去表演的去商演的目标，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达成，希望是有。就是 rumor 这个有吧，这个是不是跳的很不错，特别有练。等一下我不要爆雷，这首歌不可以，也是很开心的这次的表演，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失误。然后就是观众也很多，但我觉得唯一比较遗憾的好像就是听不太到大家的call声，就是有一少了一种感觉，因为场地太大了啦，喊给隔壁路人听。什么意思？开场的 overtune 要怎么乱？我们又没有跳舞，要怎么乱？还是说音乐有点乱？什么意思？哦，抠有点乱。
没有听得很清楚，但就是知道你们有在喊这样。但我觉得每次 overtune 我最喜欢的 part 就是，等一下，我现在有点忘记 overtune 是什么，这首歌很好听。是什么？哦，是一开始 hey 的时候，第一个 hey 的时候，我会这样，我会在因为 reset 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家会看不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就是怎样，就是大家只要一开最开始 hey 的时候，我都会就是这样 hey， 跟大家一起，然后就听大家继续 hey 的。真假的？有人收吗？真的会有人收这样的 airdrop 吗？表演看得开心的，就是希望大家有享受这次我们的演出，很开心耶，还蛮开心的。五六个人算多了吧？翻唱 overtune 吗？什么意思？你是说翻唱 overtune 的 call 还是翻唱 overtune？ 两个都不太对，两个好像都不是很 OK。不会哦，不会哦。很念榜。我今天从第四名开始念，第四名是马哈季，谢谢马哈季，谢谢。第三名是熊熊，谢谢熊熊，谢谢。第二名是智，谢谢智，谢谢，谢谢智。第一名是华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元旦喊课长什么意思？谢谢大家。然后十月的三铁针也开始预购啦，大家等我的业配，然后记得去下单，指定瑞婷，安妮。就这样，拜拜。